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向东。这是在南加州工业市的太平洋棕榈度假村举办了高校联盟的活动，我们进来看一下华人的高校联盟。今天可以说是高朋满座呀，这是他的名字。高校联盟，有口罩，戴口罩，然后进去看一下，这是他的大堂，大堂还是比较会有那个展出啊，会有这种展，然后可以有抽奖活动。这是在高校联盟的拍照地方，这地方是南加州中华高校校友会联盟。这个是等于大家方便在这拍摄。这是专门打灯啊，比较专业一点，而且拍出来会更加好看啊。然后这边是一个，这边是个大的圣诞树，我们可以看到。圣诞树，可以在这儿这里面是这种宴会厅，宴会大厅。然后大家还是纷纷的在这里拍照留念啊！哎呀，这是宴会准备开始了，2022年年会，高校联盟的年会。然后拍的比较多。现在是把上面的会堂给就是一个集中的一个展示吧，展示活动，各界的华人可以出来，都在拍照留念啊。好，感谢您的订阅，您的订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您的点赞和评论我将及时回复给大家，谢谢您的收看，下次节目再见。这是张向东在美国南加州的工业市太平洋棕榈度假村给您带来的报道，拜拜。